您好，我是萍姐。今天我要用一块烤番薯做番薯鹰嘴豆泥。昨天烤了一大盘的番薯，正好家里还有罐装鹰嘴豆，就把它们配搭起来做一种甜口味的鹰嘴豆泥。食材：一个烤番薯中等大小，一罐鹰嘴豆，一半蒜，1到2个 tablespoon 柠檬汁，2个 tablespoon 橄榄油，1到2个 teaspoon 甜椒粉，少许盐和黑胡椒调味儿，甜椒粉和罗勒叶用作装饰。做法：一、剥去番薯皮，将其与鹰嘴豆大蒜柠檬汁1个 tablespoon 橄榄油盐和甜椒粉放入食品处理器中搅拌至细腻顺滑，调浓稠度的过程中要慢慢添加豆液，做好的鹰嘴豆泥装入容器中，上面撒上甜椒粉，再淋上橄榄油、罗勒叶点缀，这就完成了。放入冰箱里可以保存一周。提示：做番薯鹰嘴豆泥，用白色、黄色或红色的番薯把它们烤熟、蒸熟，或用微波炉做熟都可以，但用烤熟的番薯做出来的鹰嘴豆泥更香甜。把番薯鹰嘴豆泥加入我们的膳食中，大大丰富食物的口味，同时又带来健康。无论用在吐司、米饼、饼干上，还是薯片上，都非常好吃，感兴趣的朋友试一下吧。好了，我们这期就到这里，感谢收看，欢迎您关注、分享和订阅，下期再会。